厨师把食材放进锅内，锅炉冒出大火，火大到往上窜，足足一公尺高度，怕被烫伤，厨师伸长手，身子往后退。火光中，铲子拌炒食材，炒了什么真的看不清楚。抓时间放盐巴以及酱油调味，拌炒过程被PO上网，标题写差点想拿灭火器。底下还有网友留言，第一次吃到有吓到，以为火灾。也有人说江湖在走，锅气要有。蛮惊讶的，哎，怎么做？就突然间火很大这样子啊。特别的厉害啊！一般外面看好像没那么火，没那么大啦。实际找到这间店，老板娘实际操作，拿出鸭肉先热锅，放猪油，等到温度够高，肉下锅。锅炉的火往上窜，火好大，老板娘手背还特地铺上了湿毛巾，就怕手被烫伤。有带的是有油，油啊！你迄啦盐油落去就倒迄，迄拢无淋啥物，就是油的油的，变个油的倒迄，可能冷。这间位在仁武区的生炒鸭肉羹加入洋葱提味，虏获不少顾客的胃。由于使用猪油拌炒鸭肉，单炒过程火大到经常让顾客以为发生火灾，而业者早就见怪不怪。三七五同有全红树猪高雄报道。